您再帮我们想一下，您搜索一下，您记忆里边，在咱们组里边，一个最上进的女演员奖应该颁发给谁？最上进的，最上进的啊，不是上镜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是上镜头的镜，不是上镜，有上进心，有上进心，上进心啊。嗯，就是说演起戏来不依不饶。哎，对，特别认真，干劲儿十足，职工之令这种啊，职工之令。嗯，姚晨吧。哦，那是吗？那必得是他。哦，就他是最上进的。哎，你瞧他这个，哦，经常呢会有一点小的建议，嗯，是吧？开头呢不想跟我说，先跟陈红说，嗯，然后通过陈红转达给我，嗯，啊，然后呢我仔细考虑他的意见，有时候说的还真有道理。哦，嗯，好吧，那咱们就有请最上进的演员姚晨。往这边站。欢迎姚晨。哎呀，你看怎么都红颜色。来，可了不得了啊！不带你们这样了，不带你们这样了。说完了就给郭老师脸上栽红了。不是，我怕一口把脑袋咬下去。那个，哎，这等着听。您说这话里有话，怎么了？是为什么呢？你猜。好些人现场没听明白啊，我听明白了。再说一遍啊，亲一口半拉脑袋就没了。你猜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告诉你。刚才导演正夸你来着，说在组里边你特别有上进心，自己承认吗？导演，您是夸我上进还是上进？又上进又上进。导演，您这样就没意思了。刚才您不是这么说的，我们还给你准备礼物了。岳云鹏，快来。快来，嗯，哟，这雷锋吧，可了不得了，哎呦我，雷锋到了，快给你大姑拿来啊，这个，我的天，你们这都从哪儿弄来的？你们这都是，那个，我代表金友戏栏目组给您准备的那个棉帽子，下回再穿着小裤衩颁奖戴这个，但咱们得顾一头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，觉得这怎么样？嗯，不错。还有这个。小书包为人民服务啊，下回再去安徽就带着这个啊。哦，这还有奖状啊，奖状在导演来，导演是我们今儿的颁奖嘉宾。嗯，哎呦，真好看。你还别说啊，真好看。嗯，来个盆儿我都要吐了。导演您给念一下吧。这上头是这么说的啊，奖状，姚晨同学，是我心中最上进最大嘴最佳表演风采奖。嗯，真好啊！我想问，初中以后就没拿过奖状，有年头没接这个了是吧？多开心的啊！好激动，这多好，好激动啊！